其实我一面弹一个唱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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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不知道，然后飞麦了，我不知道，我飞麦了，是电话这个，所以。我要等一下。啊 ，OK， 慢慢练。对，因为其实这个转速，没有人去转速的，用 two four seven， 因为 D 是这里，然后 two four six， two four seven， 对吧？放顺。OK。对，你要你转到 seven two four 的话，就会很乱。很乱，你 two four seven， 反正都很乱，然后 five three five seven， 都很顺。对，就比较顺。所以如果说唱也不是很准，然后我那个节奏比较对对对，要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放那个你不想自己唱，你想放别人唱，你就把那个音乐放几段小声一点，就旁边跟，对，但他那个节奏就不会。就是多练，而且最好就是练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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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十三期啊，是六个。OK， 我们有个预备群了，我们就把这个发给那个二维码发给你们，你们就让他们进来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讨论啊时间啊什么东西，对对对。发给你还是发给你？发给你啊，你要发给你。现在有，你就传给他。我都要给你名单，我跟你一起来看。我跟你讲名单有谁？嗯，乐坛现在目前乐坛还没有 announce， 可是乐坛应该会有。他们听得懂中文吗？会听得懂。就用这么的申请了，应该至少有八个。OK， 好，没法，好，分数。等一下，八个不是我一个发给你。我没有九三九，九三九就可以了。然后三五七的文书 ，eight。
Thank you.